弟弟，看到吧？哇，帅啊帅！去，你好会骑哦，而且你抬头挺凶哎。对呀、啊，哈、哦，还有骑都骑又不怕，都不会说这样子很紧张哎，你那么厉害，你再大一点点，你再大一点点就可以来学骑马了。这里呀、啊，隔壁我们那一栋就是马术学校，嘿，对，你们等一下可以进去参观。啊、哦，里面有很多嘛，跟有教练在教人家骑马啊、哦。一节课四十分钟，1200块，一个礼拜都可以排，都可以安排这样，最好是上个一两。上学就下完课也可以，还是六日，六日我们现在是满。这只是成马。他长大就是长这样子。好嘞，你我自己安排骑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要带你看拍照，拍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弟弟，拍张帅气的照片。来，坐回去，来，等一下。来，我来帮你们拍，你们两个要不要站旁边？我们两个等一下要骑。啊，好。啊，你要拍吗？对啊，你要拍吗？是。哎、欸，啊你那来，你来先，好、啊，你们这样就要夫妻刚好一起拍，好好好，来，